我没事，只是有些低血糖。热巧克力，喝着会舒服一些。谢谢，我叫薛欣然，这苏上都是胡说的。方爷爷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妻子，才开这次的食物中毒，应该只是业务。薛女士，你口中的方爷爷是什么？方爷爷名叫方远。方爷爷多年来一直资助贫困学生，没有方爷爷，我是考不上外面。你今天来律所，是？是的，方爷于是顾客们就联合起来，从巴德尔律师事务所。 方爷爷被他们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，但因为巴德尔律所的行为，可下周三就要开庭了。我们真的……好，他叫卢海洋，是美味咖的销售经理。没错。 是吴关的，但卢海洋听到风声。老头，你这餐厅菜里有毒，你要是信我呢，就买我们美味咖。牵扯进走向不明的热点事实，卢海洋找上餐厅是他的客人，这就不清楚了。哪家公司本？是两周前的中午。 我老婆中午在你们这儿和同事吃个饭，下午就上吐下泻不止，肯定是你们的事。我儿子、儿媳妇也是一样的，是不是死亡菜馆？我看你们是有死鱼烂虾做菜的。发票、病历我可都留着呢。食品安全部门的人，对对，你给我喊鱼豆腐汤吧，可别让他们给倒了。毁尸。那天一共有六位客人出现了食物中毒症，食品安全部门在做汤专用的山泉水里。啊，这是事故鉴定报告。杀虫药。 消杀工作是方爷爷说，是他让帮工去买的杀虫。现在市面上的杀虫药粉，大多是对人体，但如果是帮工擅作主张，方爷爷说杀虫药粉是他撒的时候没注意，都已经痊愈了，这是医院提供的病例，六位顾客，他们中没有人住院，这种情况下去。 食物中毒的赔偿，好像方奶奶还在的时候就开。是的，其实上个月我也不能永远依靠方爷。其实可还有些人，他们都说方爷。不想沾上麻烦也是人之常。卢海洋负责以前他但会员费太贵。 这次出事故，他可没少。简而言之，如餐厅出事，正常排查而已。异常性，比如说，突然够。这个方爷爷的餐厅不大，他自己是主厨，出事之后。 大致情况我们已经了，但薛女士，你不是参。是，你想接这个案子。好，那这个案子。那个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我爸妈给我凑的生活费，和我这个月打工挣的钱。方爷爷的积蓄大多都用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不必担心，特密斯。 魏明，不好意思，失陪。好的，餐厅就在CBD。仅凭一封邮件就认定老师被捕，我们三人都各有立场。
我先研究啊。前面转过去就到。